系啊，欢迎大家再次收听《家家有本上年的经》。你系边位啊？我系边位？我系邓师傅，呢位就系杨师傅啦。系啊，我哋今日打算同大家诵咩经呢？邓师傅点解呢？因为我见你今日好精神喎、啊。几好几好。呢个系一个我哋好注重嘅节目嚟噶，所以每一次咧踏入呢个录音室咧就好开心噶啦。真系好啦。这个录音室梗是充满正能量啦。是的，是，但是呢我们念什么经呢？每一次念都是走不开你的，离不开你的生活，你的家庭。没错啦。最大的经就是生活的经。生活的经就是每日都是一部大藏经。那我呢平时呢时常听到杨师傅呢提来请教他的人啊，甚至身边的朋友都要执好你的环境，要执屋、哦、你 check 下你的屋是不是好多垃圾先。咁师傅请问点解要执屋呢？我好注重执屋㗎喎。不过你又真係好叻㗎，邓师傅。点样讲呢师傅？真係要听下啦，讲赞自己叻喎、哦。你好干净囉。哦。好整齐好干净囉。你硬係觉得唔舒服㗎囉，如果唔干净嘅话。係啦，我就答咗你刚才嘅问题囉。係，时不时要执一执先至发现咦、点解呢样嘢我其实等喺度好耐㗎喇喎，可能发晒毛都唔知。有冇用係咪？我见有啲人呢有一种習慣，佢硬係觉得呢唔抌嘢呢就係节俭，唔会嘥嘢。其实好可能呢佢从另一个角度嚟讲係更浪费。我哋睇下而家香港地一尺楼啊嘅价值系几多喎。呢个从经济上嘅角度去衡量。嗰、那个咁香港地咁有限嘅空间吓，唔系俾人去好好地善用，而系俾啲十年廿年都封尘㗎啦冇用嘅嘢去塞住晒。即系从经济嘅价值系咪已经好浪费。冇错。第二呢，点解我成日要提执嘢呢？我见啲人成日嗌交啊，系成日起烦恼嘅人呢，我实会问一问你张台系咪好乱啊？你平时起身系咪冇接被啊？你屋企系咪对面好多杂物啊？90%-90%谂咗一阵，你点知嘅？我唔使讲，因为点解呢？你又知唔知点解先？我知唔知点解啊？如果你心情唔好，你自然就冇心情去理你身边嘅嘢，甚至你睇到身边好乱好乱，你自己心情都唔靓啦。会唔会系咁呢？系啦，相互相成。有啲就系因为心情唔靓唔去执，有啲就系因为唔执所以心情唔好。成日起烦恼。但系如果咧，最起码你能够保持你嘅办公台、办公室、你个房间、你个屋企干净整齐。个人系会轻松啲嘅。你话去到一间垃圾房咁嘅屋，第一眼舒服啊，还是去到一间窗明几净嘅地方舒服啊？梗系去第二个地方会舒服啲。好似如果我哋经过垃圾房啊，咁嗰阵味你已经要希望早啲走啦，快啲走啦。冇错咯，就系、是、咁样咯。原来咧，点解我讲要执屋咧？可以咁讲咧，一个空间里边咧。其实是充满好多我哋睇唔到嘅电波能量嘅。係。人係有能量发出嚟嘅。再咩嘅，每一件物品其实都有佢嘅生命嘅。呢、这个你旁边嘅电脑旁边嘅朋友，你好可能唔係好理解甚至唔认同。吓、啊、会有生命梗係有啦。我哋嗱留意一下，如果係有啲菜呀啲、菜我哋买返嚟家庭主妇就知㗎啦。你挤咗入雪柜，我哋睇住佢。会一路老嘅，系黄啊，咦？点解已经摘咗落嚟噶咯？即系入雪柜噶咯？点解佢仲一路黄嘅？佢就系不断起一个生化嘅作用，甚至乎你睇下啲台正度，咦？啲颜色一路退嘅，嗰啲皮啊一路裂嘅，就系佢一路长大嘅其实，甚至乎啲窗啊玻璃啊都一样会老化。硬化、钙化，你话系咪佢有生命噶？系啊，系、啊。有生命嘅，逢系一有生命嘅嘢，佢一定系有佢电波，有佢能量，有佢嘅磁场，电磁嘅磁啊。石字边嗰个咧？知道。啊、有佢嘅磁场嘅，所以到嗰阵时候，譬如我哋撞落去木，只脚撞落木，有撞落木嘅痛，撞落玻璃
有撞落玻璃唔同嘅痛，撞落铁有撞落铁唔同嘅痛，撞落去棉花有撞落去棉花唔同嘅痛，就是因为佢哋本身嗰个性质同埋产生嘅能量唔一样。如果我哋系搞到个乱七八糟，所有好嘅能量唔向同一个方向嘅话，或者唔系有条不紊嘅话，个人会好烦躁嘅。系吓，所以我咪好强调经常执屋咯。所以呢度咧，我哋都听过有啲人嘅屋企啊，只要其中一个成员咧系好中意将啲好或者唔好嘅嘢执翻屋企嘅时候咧，惨啦！啊，屋企一定系唔学和谐啊！啊，咁但系呢度我就想问师傅，嗱，我知道喺一个环境入边塞细啲嘢咧，你唔好话嗰啲磁场啊，嗰啲空气唔好啊，唔流通，咁至少佢都塞住晒啦。呢个讲翻呢个空气嚟。佢的气流冇办法好自然咁去循环，冇办法有清新空气入嚟，咁其实系对自己人体都唔健康嘅。系啊，嗱，你睇下，其实而家咧呢个好多人都劝喻啊，喺房间里边尽量少挤电脑啊、手提电话啊呢一类电器啊，因为点解咧？电器发出嚟嘅能量，你即使删咗都好啦，佢都系继续发个电波，因为随时准备接收。除非你系将所有开关删晒佢，嗰个接收量就稍微减弱啲，即系干扰啊，会稍微减弱一啲。否则嘅话，啲人讲，譬如我哋打电话啊，手提电话，由你揿电话拨通到响拨通电话，揿电话拨通电话到响。呢五秒时间之内，有人提尽量唔好将佢挤只耳嗰度。我哋好多时候揿完之后，咪挤只耳就等佢响，然之后听啊。佢话原来呢个时候嘅辐射系最犀利嘅。我哋睇唔到嘅。系啊，睇唔到。睇唔到嘅。咁所以我哋咪要好小心咯。如果你屋企系多电器嘅，我哋又要睇一睇。个人容易病啲。系。又系脾气会猛整一啲，仲有谂嘢咧，成日头晕脑胀嘅。这个系外来嘅物质令到我哋嗰个身心起咗唔同嘅变化，其实仲有一样好重要嘅，系乜嘢呢？系乜嘢？环境。环境。好多人咧就好睇唔上眼，以为譬如人哋逐啲讲风水系冇嘅咁，我哋唔好去认同任何嘢，唔好去反对任何嘢。我自己个人，我对各方面嘅学术性我都非常之尊重。点解我唔会否定有风水呢？其实风水是一个环境学，是一个逻辑学，甚至乎是生命的数学，能量的数学。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你坐喺风扇下面，坐喺冷气下面，你是不是一定好容易着凉，个头好容易痛？是。这个就是环境学。如果正确啲嚟讲，你成日开住个窗啊，嗰个窗系向西嘅，譬如咁讲，西嘅窗会有咩后果？你知嘛？西斜啊，太阳晒入嚟咯。下昼嘅太阳晒落会斜，会晒啊嘛。太晒嗰阵时候焗唔到出去。咁你本身你咪容易吸收暑气咯。嗱，呢个咪环境学咯。当我哋正确啲睇嘅时候，我哋知道我哋嘅智慧，我哋嘅学识唔会比得上千几二千年嚟一路流传落嚟有智慧嘅人，佢所总结嘅经验，我哋就唔会立乱去讲去评定冇嘅冇嘅冇嘅，其实唔系嘅，一定系有嘅，只不过我哋唔好迷信。咩叫唔好迷信啊？人哋话你咁样唔得咁啊，我今年我就判撇啦啊！调翻转头，人哋越话你唔得，我就点样啊？嗰年我更加积极，咁先系，咁你就唔会迷信。咁而整个屋嘅环境学又系有根据嘅，你唔好话冇喎。我自己好小心去留意、去观察、去感受。啊，真系有啲，请师傅举啲例子，真系好有兴趣听啲例子。哇，你咁有兴趣听呢啲例子啊？我少少经验啦，好啊，少少经验啦。譬如好简单一样嘢，我哋瞓嘅床，我好多时候有啲个案，话啲细路啊点仔啊，话佢自己唔知点解成日病成日病成日病，咁我就问佢：你喺呢间屋住咗几耐啊？咁佢会话：几时几时？咁啊，如果系夫妇病嘅，我就通常我问你个床头点样向啊？试过有人一讲
佢个床两只脚啊，铲住个房门口。系，我话你快啲调翻转佢。哇！大家竖起只耳仔听啦。系啊，竖起只耳仔听，因为点解咧？我自己记得以前我哋自细听到，听到咩咧？马来西亚而家都系一样嘅，啲人我知道就系、是、往生咗嘅人咧，嗰只脚系对住个大门嘅。冇错啦，嗱呢一个我唔知系乜嘢原因佢哋有咁样嘅，总唔知我细个我就见到有咁嘅景，于是我挤咗落个脑嗰度，咁我就知道只有系往生咗嘅人佢先系咁摆嘅啫，咁如果你长年累月你张床都系咁瞓嘅，咁我将佢两样嘢连埋，嗱嗰啲我唔识嘅，我只系将佢两样嘢连埋。咁梗係唔好㗎嘛，生人同死人应该有唔同瞓嘅位置方向㗎嘛。咁我叫佢，咁我师傅点调啊，咁公话俾你轻轻咁样啦，唔好铲住佢啦。啊过几个月后再问佢，佢一啲就遇到好嘅医生，真係查到佢乜嘢事冇咗啦，嗰、个病冇咗。一啲就係、是、啊马上之前嗰种病痛唔知喺几时减轻之后冇咗事。你信唔信都好，总言之就是一个环境学，因为点解啊？我哋睇唔到嗰种气啊，气嘅流动，系啊，我哋睇唔到。咁仲有咧，就系唔好住一啲地方，大门口直望望到厕所，明唔明啊？大门口对住厕所，大门即系一入开你屋企嘅大门，系对住个厕所。如果对住个马桶，仲弊，呢啲屋你唔好住。咁会点样咧？大病咯、哦，甚至死咯。咁、嗯、如果有住到而家嘅咁屋，咁点啊？系咯，咁你又唔使惊喎。嗱，环境学嘅好处就喺呢一度。只要我哋喺中间揾个柜，揾啲嘢隔一隔开佢。咁就冇事。嗰、那个柜要高过你大门嗰个高度。咁你咪冇事咯。嗱，呢啲一啲都唔迷信嘅、你只不过系将佢一开门系咪有风邪啊？我哋好多时候咧，系咪会试过开大门，然之后？如果是打对症的那些地方的门咪砰一声咁闩埋呀。是啊。我哋睇唔到咩嘢㗎。原来呢个就係风向嘅流动。佢係会带动到一种唔同嘅能量。如果你长年累月系咁冲嘅话，我又睇唔到咩嘢㗎。我又唔知嘅，不过我知道就系唔好。其实呢度，如果举例啫，如果我哋住啊，甚至食嘢嘅地方系隔篱就系厕所嘅话，你试下啦。即系每一日都系咁样，嗰种污气啊，系嘛？你自己嘅身体，甚至你接收到嘅嘢，其实都系负面嘅。呢个环境嚟讲，我哋自己真系要识得去把握咯。所以咯，邓师傅，你原籍马来西亚系咪？你好幸运，好幸福咯。香港人相对来讲呢就冇啦。亦讲点解香港嗰、那个近啲即呢呢个世纪咁多人病呢，就因为佢个住宅太挤迫。你刚才所讲食嘢嘅地方唔好近厕所。好多香港嘅平民百姓都系住喺咁嘅环境啊。仲有就系、厕所就喺厨房嘅后面。即系厕所系对住厨房。如果同一个房我哋见得多嘅。啊好唔卫生嘅。啊呢度煮嗰度就放。係咪咁可能就要将个门啊闩起囉。冇得闩。长关、啊。闩、啊、可以。闩可以。但当你闩得太多嘅时候嗰、那个厕所门呢、那个厕所入面呢又唔卫生喎、所以一定要清洁得好。有啲厕所喺厨房入面佢仲係冇窗嘅添。抽出嚟又係经过厨房再抽返出去。咁你话喺咁个环境住你点会好呢但真係冇办法。但要住个地方呢又唔好厕所门。同厨房门对到正，对到正啊！再加埋，如果你煮食个炉又对住个马桶嘅话，就更加唔好。呢、这个我哋系从常理嚟讲嘅，即系冇人一路食一路屙噶嘛，系咪啊？嗱，呢啲我用常理推测。咁你又点会好咧？咁但系啊，你住落嗰个地方咁，你又冇能力，咁你都冇办法。是啊，就是如果我间屋正正就是这样喎，咁点啊师傅，我又冇能力搬喎。是啊，是咯、啊，点搞、啊、真的都好无奈。咁咪好似你所讲啦，长时间将厕所门闩起佢。我觉得呢一个是一个可以解决嘅办法咯。但是呢你又要注意，譬如到有啲某啲时候要开咗一啲窗
散一啲气，唔好成日将成间屋嘅窗闩实晒。如果你成日将成间屋嘅窗闩实晒，嗱，呢个又系环境学，新鲜空气出唔到嚟，入唔到嚟，混喺入边嘅空气冇新鲜嘅流动带动，系咪呼气？始终系有污浊啊，甚至有病菌啊，出唔到去系咪成日混喺屋企咯？所以个人又容易病，或者好容易得到气管敏感。皮肤敏感，皮肤敏感就痕啦。系嗱，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哋又要留意，如果我哋长年累月用洗衣机洗衫，系咪有啲乜嘢碱粉啊、清洁剂啊、油顺剂啊咁落啊？系啊，咁香港地嘅人晾衫好少，除咗有啲系真系要挂咗喺出边阳台啊吓挂衫之外，好少人用干衣机去干衣服，香港好少嘅，因为。地方又未必真有部干衣机，觉得用电又贵，于是都系想办法都系叉出出边咁样晾嘅啫。嗱，咁样晾之后，我哋要睇啦，喺阳台外边晾冇问题喎。但系如果买个洗衣架，唔系买个干衣架，放喺屋入边抽湿。如果系喺屋企嘅房间里边晾衫，好多人原来系咁噶，即系晾衫嘅地方就系你休息嘅地方。你留意一下，过咗一年半载。你是不是成日个身痕皮肤敏感嗱呢、这个就是又是最好的环境学。因为点解呀你日日嗰件衣物佢攞完出嚟油顺剂是有化学作用的嘛碱粉都是有的嘛比较强力的佢会影响你的皮肤皮肤毛孔就不断去吸收长年累月佢吸收埋呢啲咁嘅化学剂身体负荷唔到排唔到出去就会皮肤敏感痕啊痒啊甚至乎好多时候无端端一个罅，好似蚊烂咁，以为你有嘢咬，其实唔系有嘢咬，系敏感。敏感，皮肤一个，气管一个，成日打一黐啊，或者咳啊，甚至乎再严重啲，有人会头痛。嗱、啊，这个系咪好好嘅风水学啊？系啊，所以讲到呢度，师傅，如果我哋去买屋啊，甚至要拣要租嗰间屋。已经是做好的了嘛。那是不是应该再叫做找回那个设计师甚至那个画图即那个人麻烦你注意一下啦这个环境的这些安排。所以邓师傅很单纯各位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他我用两个字很天真。哎呀天真不要无知就得了师傅。你这分钟你是无知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香港的环境没人去找个设计师的。我知道真的不会去找因为已经成定局了嘛。但是如果这些设计师你真的在设计新的一栋楼的时候新的一个单位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去注意一下这些东西不知道我知道很艰难的。你讲开设计那我又讲了。香港开有些做飲食业的。是。那飲食业的呢好多时候呢而家因为租务问题啦唔係好多喺啲工厂大厦嘅做开啲工厂啊或者係食档啊咁样。留意一下啦如果係工厂大厦嘅如果你嗰间铺位係对到正个 lift, 係嗰啲係咪一开一闩啊係啊係咪如果你对到正啦我讲对到正嗰啲你问下佢哋啦係咪成日切亲手㗎啦这个真的要问返佢哋啦但是又系乜嘢原理呢用形象去考去思考。山门系咪好似把刀啊系。石咁样合返埋。系。石咁样开。系。咁呢个系同利器有关嘅。逢系遇到呢啲咁嘅环境呢嗰里面嘅人呢冇办法呢佢会比较平安比较安全嘅。唔係佢想㗎喎几认真几小心嘅人佢都好奇怪。好奇怪嘅。一定好容易双手双脚嘅。係。如果再加埋嗰个单位一望就望到底嘅。即係个大门口一望就望到底同个 lift 门大门咁望到佢个窗啊或者係望到最后嘅。尽头。一眼望到底啦总而言之。唔使讲啦。因为点解呀嗰个电梯嘅气系漏气。係。泄气。里面的人一定成日嗌交，有是非，有争执，有刀伤，这个好符合环境的，我不懂风水，我只是从一个角度去推测，如果你们听到这个电台的讲的
频道讲嘅，你哋留意一下你哋嘅朋友或者你哋咩有冇咁嘅情形。如果有嘅话，咪想办法补救咯，冇嘢嘅。咁又点样补救呢？好简单，因为佢系嗰度气直冲嘛。嗯。只要想办法将嗰度气隔一隔，折一折就冇事。系。都系要放一磅，譬如话一个柜啦，一个布帘得唔得咧？要睇下咯。要睇下嗰个情况咯，嗱呢一个系我哋懂得善用我哋身边嘅环境嘅缺陷去补偿。例如，如果譬如我哋系只手有缺陷嘅，我哋见好多人咯，想办法学只脚系咪啊？用只脚去照顾自己嘅生活。啊，如果你系只耳仔聋嘅，我见好多人佢就好着重用只眼睛去留心去睇，这个一样啫嘛。当你发觉原来你嘅生活环境系有一个大嘅缺陷嘅，我哋咪用其他嘢去补救补足咯。嗱呢度咧可能讲紧嘅就系嗰、那个，我哋话环境原来咧都会去影响到我哋嘅生活、我哋嘅行为、我哋嘅心情啊吓。嗱，师傅，我哋唔系话一切为心做嘅咩？吓，点解要讲到呢啲所谓如果讲得直接啲就系风水啦，甚至环境唔系一切为心做嘅咩？点解一定要去顾虑到嗰啲嘢？我控制下我嘅心咪得咯。好。咁好嘅问题，我哋留返下一次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好，多谢大家。